下一位，而家咧，秘書亦都提醒我，就剩翻時間咧。如果我係想及早啲處理咗呢個，使到下一次嘅會議咧，直接就進入到嗰個項目咧，咁我哋呢度咧就想徵求下，仲有三位嘅，佢哋如果唔發言咧，就一次過俾翻餘下嘅時間作為一個表決時間。咁我哋之前咧仲有兩分鐘要請阿陳偉業議員回應一下。咁如果個紀委有冇意見咧？我可唔可以處理啊？可唔可以同意處理咁樣處理？即係喺而家餘下時間，你哋唔再發言嘅話，我哋就進入。我知道你咁一鐘，我想我徵求你。短啲啦，好嘛？我都要發言。好短，嚇，好短，俾翻，因為我哋一定有個處理時間。你俾發言。好，咁啊，郭謙。主席，唔好意思，程序。即係除咗請主席徵詢已經排咗隊撳咗鐘好耐嘅嗰三位等待第一次發言嘅同事嘅同意嘅之餘嘅話咧，希望亦都徵詢我哋想嘗試係有第二次發言權利去行使嘅議員嘅意見。我問咗秘書處咧，就係呢一類嘅討論咧，係一次過嘅三分鐘發言，所以我頭先都再次提醒大家係用三分鐘。係主席，呢一類嘅意思即係點解啊？唔好意思，我係新人，秘書我唔好清楚係。請秘書睇睇。好啊，主席呢類程序動議咧，其實就昨日我哋出俾議員嗰個通告咧，都跟翻個慣常嘅做法，就話俾議員聽，每位委員只可以發言一次。咁相類似嘅條文就即係喺中止待續嗰陣時咧，亦都係參考相類似嘅條文。好，